你竟然能过目不忘！我只是很喜欢看你写字的样子，觉得很美。你这是要干嘛？你以为我要做什么？这本药王手札，我爹终其一生也未能探得其中奥秘。你如此年轻，怎会读懂这些晦涩文字？你到底什么来历？我去给你熬一下安神汤。我不需要，因为你就是我的药。合作？嗯，你我之间互帮互助，你才有机会。 拿下你的天格！我们再赌一局如何？那小子绝对有问题，我怀疑他就是叶翔。莫非他还没有死？你这大半夜的不在自己房间待着，跑一华门口干嘛？我还想问你，别以为我没看见。 我知道了，你该不会以为方承天在里面吧？可他总躲着我呀，他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呢，我也见不着他呀。他连我的线人都给买通，林翔死活都不肯告诉我他在哪。你指望林翔不辩解，除非他这辈子不吃东西。 你了，要不是林翔告诉你方府出了点事儿，你怕是会在他家里面躲到天荒地老吧？林翔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这和林翔没关系。重点是你为什么躲着我呀？难不成你觉得我会因为上次的事情让你对我负责？莹莹，其实我都是跟你开玩笑的。 哎呀，我知道你只是把我当成妹妹看待，我也只是把你当成哥哥呀。你看，天哥哥，天哥哥，我都叫你这么多年哥哥了，不是吗？上次真的就只是一个玩笑而已。当真？当真。 哦，如果你觉得吃亏的话，大不了我再让你亲回来就是。哎，快去看看！哎呦，瞧这细皮嫩肉的，得喝多少水才能有这么水灵的皮肤啊！哎呀，不喝点水，秦公子这相貌能喝水喝出来？ 可真是名不虚传呐！太帅了！诸位，有何贵干啊？让开！云公子，云公子，你真是可爱，我们姐妹几个来，还能所为何事？来来来，云公子，你且瞧瞧，是城西呀做绸子的汪家，其小女呀安静贤淑，所谓呀良配。 你快看，汪家小姐打小便不能言语，自然善静。哎，你看我的，成都易家书香门第，小女性情温顺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做媳妇最好不过了。就是你看看我这个，可能易家小女不是因为麻风病落下了残疾，才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吗？你们怕不是因为云归上次？ 出风头赢了罗英年，在县里有了点名气，所以想挣个快钱吧。一，你怎么了？听说汪家小姐挺好的，可是她不会说话呀。那就易家吧，易
一家也算是家底雄厚，可拉倒，一家小姐都落下病根了。你打听的倒是挺清楚啊，想必也是慎重考虑过的吧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些话都是裴莹莹告诉我的。裴莹莹，你跟她也冰释前嫌了？我，看来你还真是广结良缘。让开！依依，依依，你要去哪儿？ 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好的各取所需，怎么变成同归于尽了？还不是因为那帮媒婆。不对，这事儿得反过来想。你说他要是不在乎你，他怎么会因为说媒人的事儿跟你生气呢？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啊。可是，一般你们女孩子生气的时候，要怎么哄呢？ 别看了，穿上能行吗？星光、草地、佳肴、美酒，绝对没问题。我要是怡华，我分分钟挡你怀里。你确定？反正我已经在怡华的房间里留了字条，以他的性格，肯定会去看个究竟。赏赏月亮，赏赏萤火虫。 再小酌两，岂不是美哉？到时候你就听我的信号，啪，从天而降，给他一个惊喜。不过你一定要记住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喜欢有情调的。风度很重。去吧。 成天，在我房间留纸条，说是要请我享用一顿丰盛晚餐的人，不是你？纸条？什么纸条？我是看天黑了，你还在往城郊走，我担心你有危险，所以才跟上来。只是没想到走到这儿，你却带我吃饭。饭有什么好吃的呀？酒敢不敢喝？ 别喝了！来，划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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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石头剪子布。好了。布，输了，我让你的，喝酒喝。一华。石头剪子。别喝了。石头剪子布。好，你喝。
谁啊？石头剪子布！你俩别喝了！给我！女人喝酒，男人闭嘴！给我！你给我！别抢了！这个人怎么什么都要抢？你真讨厌！笑话本来就是我的。 他没说你，你别碰他。裴莹莹，我等你信号等到大半夜，你靠不靠谱啊？<笑>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，能听得进去你说话吗？面哥哥，走，你带裴莹莹回去。我去接着喝。我来陪一会儿。那怎么能行？都醉成这样了。 萤火虫，我家，营养，天哥哥，天哥哥，有人欺负我。 只是长不大的小姑娘，可明明我长大了呀，是你的眼睛从不曾看我而已。萤火虫。 虫，啊！嗯，你这个样子，我们怎么回家啊？回什么家？哪还有家？云归那家伙，输到我的宅子，还忘恩负义，亏我当初。 供他吃，供他喝，还替他给那个罗伊年还债。可他呢，转头就勾搭上了裴莹莹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是见到他，我就让开，我就用这个狠狠抽他的脸。 我在这儿，嗯。你说，你跟裴莹莹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埋身钱又是怎么回事？算了，我不听，我不要听。好，就算你们是欠债肉偿的话，那算起来是不是欠我更多？他裴莹莹应该排在我后面，是还是不是？ 是。我要喜欢配音，会伤心的。
我不喜欢他，我只喜欢你。那你不许反悔，此生无悔。那我给你盖个章。说你不会喝酒就不要逞能啊。云贵在呢，睡吧，我在呢。夜市里呀，我确实听说过一些传闻，也可以告诉你，不过他不能。你再说一遍。云贵，你不走我就不说。好了，现在可以说了吧。这京城啊，不久前曾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，遭到毒手的正是叶家。听说这叶氏里有个独生子，也在被追杀的过程中下落不明，今年才20岁。哎，老大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杀手伏击，已有世家。不会这么巧吧？哎，老大。今天天气挺好的，要不要去郊游？哎，你带我过来走这么远，就是让我过来陪你发呆啊？是因为我有话想要对你说。你说，我听着呢。其实昨天晚上我说的话都是真心话。你昨天晚上说什么了？我说我喜欢。走，在这不站。